问问看啊，这个第一个红酒 case 这个画面，其实是每个每一站城市的粉丝都会选的，你知道吗？而且以前的撩妹技巧里面，其实很少有用这样的方式来撩的。我们想问问看，在拍这个桥段的时候，有 NG 吗？还是一条过？还是不停的重复？NG 났죠当然有 NG 啊你제가일부러낸건아니에요不过我绝对不是故意要 NG 的啊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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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没关系的我们没觉得你是故意的啊对不起所以你记得这个画面 NG 了多少次吗100次你吻过한열번한스무번난것같아요十次吗二十次二十次左右吧所以这一个画一个红酒 case 拍了二十次일부러그런거아니에요我不是故意的可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这么优秀的演员能够做得出来的事情啊你可是在我们心目当中是演技非常出众的名演员啊怎么红酒 case 可以来二十多次입술이말라서계속입이마르더라고요因为就是有点紧张嘛那嘴唇就一直发干啊嘴唇发干是吧왜그랬을까요为什么会那样呢因为就是过于紧张之后然后身上的各个机能就有点越来越干燥了好像越往下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了的好那我们想问一下我还有一个私人问题想要问就是在因为我没有拍过戏嘛然后我们看很多韩剧都会有很多那种非常浪漫的拥吻啊然后一些热吻的画面这种热吻是借位还是真的会吻哎你们不要回答你们每个人都很像女主角的感觉진짜로하진않고요에이라니요정말로요他刚说没有真正的吻那然后你们说에이然后说什么에이啦진짜로하진않죠没有真的好的